们有一个是男生，一个人有一个人有鸡鸡。如果三个在一起，我觉得有的是你。不可能吧？不可能的。你是男生，我是男生。啊！我们本身也是情侣，所以说。比较常一起拍照。哦，你们是真的情侣啊？对 对, 對, 對, 對，真的。好酷。所以是因为喜欢 coser 才认识彼此的吗？在 cos 的场合认识。当时是因为他扮的那个角色是吸引到你，是不是？啊，当然完全不是、啊。没有。他那天好像是路人，然后就是我不是路人，我只是我不是路人，我是出一个。就很像路人的角色。可是把路人扮的好也很难呢、欸。那我好奇。啊！不要害怕，你不要害怕，你不要怕，不要怕。我知道他想问什么，充满恐惧是这集了呀。那我想知道谁是男生，谁是女生？对，我也蛮想问。这应该就是霍尔是男生，霍尔是男生。你是说真实的性别吗？还是床上的位置？但你们真实的性别不是两个都女生吗？不是，我们有一个是男生。但你们可以猜。哪里搞嘞？有人是男生，你是性别男吗？我说的什么？生理男哦，生理男，生理男，你屁呀！有一个人有鸡鸡。如果三个在一起，我觉得有的是你。哎，你怎么知道？他们两个太黏了。哎，天哪！不可能吧？不可能的。不是因为那你们的声音都是女生呢？对啊，你是男生，我是男生。啊！但因为我天生荷尔蒙有一些问题，所以我就是外表会看起来很像女生。我要看哈？喂，这个节目吗？怎么可能？你是男生？你的身份是女生？我可以拿我的事后拿我的身份。那这一本呢，其实也可以说明一些东西。这是我们这次两本写真书，这个是普遍级的，嗯，然后里面就是一般，就是这个是温馨像，对，温馨像。你知道这个作品吗？知道那个。那个麒麟王，对，麒麟王或棋魂，看哪个年代，就是这是这一本，镜坛光，这个是大家都可以看的，对，这大家都可以看，大家都可以看，来，然后这一本，因为听说 S 姐可以接受比较重口味，我喜欢重口味，那你这是 R 18，哇，哎，你们是很新的，因为我们很常拍 BL， 就是男生跟男生，然后这一本是。变女人就是里面的一个角色，对，但他真的是 R 十八，所以对 R 十八的 R 十八，哇塞 ，Oh my god，Oh my god， 等一下，怎么还没？不能露出来会被剪掉。哇塞，这可以看吗？可以看吗？等一下，好用。这个应该会上黄标。那等等，逻辑是那你们很猛哎，啊，有点复杂。等下，你们的性别还对调哎？哪一个是你啊？哪一个是我？这个矮的是他。什么矮的？那个长头发天使恶魔是我，然后这个是他。那其实也好，因为他拍照的时候，我们有专门的那个肌肉装，有的时候会有肌肉衣啊，但我那次没有穿，我那次是。所以你本身胸部就是比较平吗？垂吧，我不知道。像是你私底下是女装还是男装？我私底下男装。是，我想看你男装哎。可是应该说我没有特别觉得服装有分什么女装男装，你也可以穿得像这样子啊。我很常穿那样啊，对啊，也是。没有，可是你就是没有在 cosplay 的时候，你原本的样子是什么样？休闲的样子，对，这是我私底下，平常就是这个样子，还是很可爱，还是很像女生，可爱。